你想攞奖金，你只需要低买高卖，有冇讲错？你可以哈哈，你唔可以话我错，系咪？你可以笑我，但你唔可以话我错，因为绝对啱嘅。问题系好少人做得到嗱，而家啲楼价够高噶啦，你有楼嘅卖晒佢啊！你懵嘅你，一山还有一山高啊！有啲股票低到你唔信啦，而家借钱应该去买啲，你黐线嘅，低一 B 还有一 B 低啊，低买高卖好困难嘅，点解？违反人性噶嘛？咩叫低卖啊？即系人人唔要，你要；高卖咧，人人要，我唔要。但系你一定做唔到，点解？违反人性啊嘛，严格上嚟讲系违反阳性。人嘅最大性格就系羊群效应。咩叫羊群效应？系好奇怪嘅位，你谂下，一千只羊向嗰边跑，一千只咁啊，咁然后只需要你系有一只牧羊狗，哇！佢嗰一千隻就跑翻轉頭咯喎！呢啲羊諗緊乜嘢嘅咧？你一千隻對一隻喎，你舐都舐死佢啦，係咪啊？嗱，係，我知道我哋群舐佢係實舐死佢。但是个问题是嗱，即是咁，我行出嚟想群舐佢咯。咁但是我望一望，咦，原来我班兄弟冇喐过喎。咁就群舐变只舐噶咯喎。只舐就唔系叫做舐，就叫做奶啦。咁嗰种唔系一种攻击。是一种服务来的。